我们接下来想要跟你继续来分享一下，我们还是最重要的重点是统计分析，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筛选它的重要性。请问你现在比的是不是四年？那这样子要比较，我觉得我们通常会想要看的是什么？除了这个月份别，但月望月的比较，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我只想要观看该年度这两个类别的比较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筛选可以把年搬到筛选这边，然后在筛选这里面，你可以单独去挑你想看的，例如2016年确定，应该叫做产品获利的比较，就是某一年，例如说年的产品获利比较，你看一下哦，在这个地方是2016年，可以发现它的七月办公用它下降很多。那如果这件事情你去看2015年，它应该就不是这样子。所以你看2015年办公用品，它虽然低，技术类也低，可是2016年的时候大幅下降，如果以同一个月份来做比较，这两个类别，你有没有觉得办公用品的七月下降太多了？这是很重要的关键，希望你们能够了解。